非常自信的笑容，摸了一下自己头发。他这个不是自信的笑容吧？他就觉得有点可惜了。对，是。你看，今年你说的。哎，这位女士，有一些就眼睛里充满了血丝。哎呀，很认真哦。第一把欧九，哇哦！哦，他说我们西部的嘞，加油啊，加油黄梦莹啊！去年是太成熟了，很聪明的，我可以慢慢来。对，我之前看，比如男子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就还没有完全的准备。我说我去年也是这样，我今年不敢上。